今天的热点透视带您聚焦我国今天新增了三名境外移入个案，都是来自印尼的移工，而且跟过去的个案一样，都有附上登机前三天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或是在当地有接受过采检，最后却在检疫期满的时候确诊阳性，让人怀疑报告的真实性。指挥中心现在打算要请印尼外管找具有认证的检验机构，未来要求移工在入境前必须要到这个指定的机构进行采检，阴性才能放行。拿着阴性报告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寻找工作机会，我国新增的三名印尼籍个案，其中案735成员跟案736女移工，他们也跟之前的个案一样，都有登机前三天核酸检验阴性报告，而案737则是曾经在印尼当地采检阴性，最后却在检疫期满确诊，也令人质疑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具有认证的机构去检验才算是有效了，目前会大概会先针对印尼，就怕报告造假，指挥中心也打算请印尼当地的驻外场馆协助寻找具有认证的检验机构，要求印尼移工未来来台工作都得到指定机构检验阴性才能放行。还有像是感染者的潜伏期落在居家检疫期间，以案736来说是在入境检验后才发病，登机前当然验不出来。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感染者到后期都会时阴时阳，就好比案737 CT 值超过30，属于比较早期的感染，都有可能会让登机前的报告变得不准。只是面对国内常照人力缺口，针对印尼籍移工的管制是否会评估开放，大概在这一两天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讨论。那原则上应该是会朝向有条件的稍微开放一些，来因应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原则上会朝有条件开放，但具体会如何管制才能兼顾防疫和长照需求，指挥中心还得再三思量。就你好，民生特报导。